香港各界人士表示，香港国安法保障香港市民共充分地依法享有各项权利和自由，为香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强支撑，为推动香港重回正轨提供了坚实保障。我觉得国安法落地以后，对我们香港社会整体的个秩序都有一个帮助，对我们香港社会安全稳定很大的效果。我现在在社区里面就跟我们的市民沟通的时候，他们都说他们的安全感是大了，觉得安全了。我们在街头工作的时候，市民已经开始敢说话了。很多香港市民呢，看到中央的决心，更觉得很踏实的感觉。现在生活秩序、工作秩序都来到正常了，所以大家觉得说可以安居乐业了。对于香港社会的未来，那么我们是充满信心。国安公署同埋香港国安委最近嘅设立，我哋更加感受到国家同埋香港稳步推行国安法实施嘅信心同埋决心，亦都睇到香港恢复和平稳定嘅希望。而香港市民嘅喜悦心情翻翻晒嚟啦，笑容都重现。香港商界人士表示，香港国安法提供了安全稳定的环境，这是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、市民安居乐业的必备条件。过去一年咧，我哋系深受其害，冇游客。冇本地客，冇生意。咁啊，呢一次國安法實施喺香港實施咗之後咧，我哋相信可以重振經濟，改善民生。咁啊，作為酒店業，我哋重新裝修過啦。咁啊，點解咧？因為我哋係相信呢一次嘅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咧，係對香港嘅旅遊經濟係有好大好大幫助嘅。我都相信香港未來會有好多好多嘅客遊客到香港，所以我哋支持香港國安法喺香港實施。